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 Dan. 因出演《想见你》，在韩国拥有众多粉丝的台湾演员许光汉入伍的消息，引起了韩国粉丝们的震动和关注。今天许光汉的经纪公司证实，感谢大家关心，光汉目前正入伍服役中，恳请给予空间，也一起期待明年回归后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美好的作品，谢谢。根据韩国媒体报道，许光汉于20号下午在朋友和亲友的送别下入伍，经过21天的军事训练后，预计将以替代役形式服役。而许光汉入伍的消息在韩网引起了热议。真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90年代出生的人突然去军队，追海外明星却遇上他去当兵，这真的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啊。问了台湾的朋友，原来台湾的兵役要到38岁都要服役啊，根据出生年份不同，服役时间也不一样。许光汉是1990年生的，所以要服一年兵役。真的是这样吗？那像我一样00年出生他是我唯一觉得脸特别有魅力的外国演员，结果突然就要去当兵了。不管是韩国还是海外，我喜欢关注的人怎么都在当兵啊。天哪，我最近刚把他的新作品追完，正准备入坑，结果他居然要去当兵了。我家爱豆是台湾人，之前听说只需服4个月的兵役，还以为台湾的兵役很短，没想到现在又恢复到一年了。希望他能健康平安的完成服役，希望许光汉能健健康康的服兵役，明年能看到更多更受欢迎的作品，加油！